最近咋样啊？情绪如何？零花钱够不够花？不够你说话。你总穿这几件衣服，破旧了，让他们给你添置新的。你爹我看你呀，越长越漂亮。又要娶姨太太了是吧？我跟你说啊，这次这个女人不一般，出自书香门第，是有教养有学识，咱家就缺这么一位文化人，你应该为你爹感到高兴啊。咱家不缺文化人，我就是文化人。是是是是是。那怎么样？嗯，娶就娶呗，反正也不是第一个，反正啊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哎呀，我说呢，还是我女儿最疼她老爸了。胡副官，胡副官，来来来，进来进来，来看一看我这知书达理的女儿。怎么是他呀？这就是我的那个他呀。你娶谁不好，偏偏要娶他，我不同意啊。怎么了大帅？龙大小姐一向看不惯我，您可得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娶我。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我当然要娶啊，我怎么可能不娶你呢？大帅，我看上龙大小姐的闺房了，我觉得改造一下做个衣帽间再合适不过了。嗯，恐怕就得委屈龙大小姐搬到别处去住了。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你？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没问题，没问题啊！他要房间，你就给他不就得了吗？我是骗他的。哎呀，爹！大帅，过来。过来呀。大帅，结婚的当天我想海棠作为我的造型师，否则这婚我就不结了。海棠好啊，这没问题。嘿嘿嘿，海棠化妆最好了，你呀，去把那个海棠找来，让她化不就完了吗？你爱结不结？结结结结结，来来来来，胡副官，送走送走。是。气呀！哎呀，闺女啊，你无论如何得帮帮爹。他凭什么说话跟我趾高气扬的？那种条件你都答应，你到底是不是不想要我这个女儿了？哎，我怎么不想要女儿了？那整个昆阳城谁不知道？墨化是我龙德水的命根子，你让我往东，我就不敢往西。反正那几个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哎，墨化，你也替你爹想一想，你看。我花了那么多的聘礼，不娶回来，这不亏大了？哎呀，我们父女两个要一条心呢，哪有自己家里闹矛盾让外人看笑话的？是不是啊？哎，你以为我傻呀？我才不呢！你等着看啊，只要他一过门，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嫁了我龙德水，就是我的女人，那以后说话做事儿。可不都得看咱们的脸色吗？从始至终，我心疼的只有你一个。你这算是答应了？我可没答应。你放心，他一过门，你爱让他住哪个屋就让他住哪个屋嘛，到时候还不是你说了算？哼。但是这个。婚礼那天呢，还是去找一找那个海棠，来给她化个妆，把她化得漂漂亮亮的，那也是撑我们老龙家的脸面呢。不可能！哎呀，就算是爹求你了，宝贝儿，宝贝儿，心肝儿，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你要不去啊，我就断了你的月银。你，哎呀！你爹我知道你是肯定会去的。行行行，叫他来哈。找那个海棠。爹！哎呀，你，哎呀！
奇怪了，为什么这药用了这么久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啊？可能多抹一段时间就会起效了吧。哎，对了，我的脸比起以前要舒服多了。是吗？嗯。那可能用药时间真的不够久吧，所以才没有效果。哦。来，咱们继续擦药。好。月明的脸至今都没有效果，你到底有几分把握？虽然没有把握，但是我一定会尽力的。你拿这种来历不明的药膏随便涂抹在月明的脸上，万一产生什么不良反应怎么办？可是太太，我们必须要试一试。如果不成功呢？如果不成功就找其他方法，直到他好为止。闭嘴，你根本就不在意月明的脸，你在意的只是一纸休书。我告诉你，如果月明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一辈子都得待在我们老家。顾海棠，你休想离开郎家，也休想离开月明。我偏偏要让你留在月明身边。这个比例发愁啊？你别想太多了，古老的房子难免会存在差异。这样吧，我们重新把它调配一次，好不好？也许这个冰晶麒麟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少爷，卢小姐来了。去吧。墨画，墨画，你找我？海棠，我今天来是来跟你道歉的。那天是我太过分了，我之后真的特别的后悔。月轩也好几天不理我了，我现在心情真的特别不好。海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好吗？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咱们两个还是好姐妹，这么说你可原谅我了？海棠，你真好。你知道吗？我这两天真的特别不顺心，连我爹也都欺负我。你爹？他怎么了？他又要娶姨太太了，而且他还下命令给郎家，让你去给新娘子化妆，郎家居然还同意了。海棠，你能去吗？这么说了，我能不去吗？谢谢你啊，海棠。对了，你知道我爹要娶的人是谁吗？谁啊？就是咱俩特别讨厌的那个易小姐。是她。大哥，妙兰，进来吧。大哥，哎，你刚上完药，我吩咐厨房熬了点鸽子枸杞汤，补一补，兴许能对伤口好。
谢谢啊，有劳了。我这脸呢，都十几年了，治得好治不好，就完全看天意了。哪有什么天意呀？海棠天天弄这些，弄得可辛苦了。再怎么说也不能辜负了他呀。嗯，你说的有道理。就算是为了海棠，我也得赶紧好起来。 大哥，嗯，我觉得近日海棠的脾气转变得有点快，他之前不是很抗拒郎家的吗？嗯，我也感觉到了。我有点担心，他这么积极的想治好你的脸，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目的？什么目的啊？比如，为了离开。 你为什么要救我？那我想问问你，你这是在干嘛？我被你骗进郎家，被你毁了大好青春，我还没有寻死觅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了。所以你就觉得你的生命不值钱，可以随便糟蹋吗？你觉得我的生命值钱吗？ 我是个罪人，我觉得我不管做什么都抵消不了我的罪过，我也是无路可走了。你走还没走过，你怎么知道无路可走呢？要死你就痛快点，上吊跳楼，哪个都比这个痛快。海棠。 只是想亲自试验一下祛疤膏的功效。你说什么？你费了那么大的劲研究祛疤膏，为了找冰晶麒麟，差点把命都丢了。我怕你着急，更为你着急，所以就想亲自试一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那如果这个祛疤膏不好用，你留下伤疤怎么办？你研究的药膏一定没问题的，我相信你。我真的想放弃了。别放弃，再试一次。看来你为了月明，还真的是煞费苦心呢。 以前是，现在不全是了。这廊里春宫房最近的情况如何？尤其是他们那个大少奶奶，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顾海棠和朗月轩两个人，天天都捣鼓给大少爷治脸的方法，无暇旁顾。工房最近没有什么情况。哎，咱们可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他们一旦研制出那个配方之后，那可就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到时候咱们世航路就只能处于被动了。 怎么可能有这种方法呢？我看这两个疯子啊，简直就是痴人说梦。那可难说了。顾海棠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我必须要把这个眼中钉彻底给拔掉，这样才能睡上一个安稳觉啊。可是现在她是朗家的大少奶奶，在工房大家都让她三分，实在是不好动啊。哼，内部动不了手，咱们可以从外围找方法。 怎么着？龙德水最近又要娶妾了，这回他看上的是个书香门第的易家小姐，而在婚礼上帮他化妆的人就是顾海棠。顾海棠好像除了给龙小姐化过妆之外，没有给其他人化过妆了吧？没错，朗家的人真是有心思啊。 派出了一个小小的顾海棠，就想跟龙家攀上私人关系，好让这股权势顺风顺水。哼，我可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朗家得逞。那你的意思是，如果在新娘妆上搞点破坏？不只是搞一点破坏，要干，就得干一桩大的。 我掌握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易小姐从小就有过敏症，只要一沾到这水仙花球茎里的汁液，就会过敏。严重的话，她还有性命之虞呢。会死？那会不会太严重了？她毕竟是龙大帅的新宠。 万一一怒之下，我就是要让龙德水痛失家人，这样才好挑起他们两家人的矛盾，好让朗家吃不了兜着走。记住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你放心，不用害怕，我会把这件事情嫁祸到顾海棠身上的。那怎么嫁祸才显得天衣无缝呢？ 就得看你喽，我让你把这个东西在婚礼当天换到顾海棠的化妆箱里，然后让顾海棠用到易小姐的脸上。这香粉里，我都已经加好了水仙花球茎汁液了。现在看起来，就跟普通的香粉别无二致啊。那。 我试试吧。试试。哼，你想拿着你爹的命来试吗？不。怎么样，喜欢吗？这可是从宫里弄出来的宝贝啊，全天下没有第二条了。 高贵典雅婀娜，除了我们家的蓉蓉，没有人配得上她了。我呢，多想就成为这根项链呢，能够紧紧地贴在你的。大帅，我还没过门呢，我们得保持点距离，距离产生美吗？距离是产生美。 可距离太远了，那也不美嘛。您可以这样认为。对了，我要给你一样东西啊，来啊！飞啊，来来来，来，快点！拿走，拿走它，不要！怎么了？这是我亲自让人给你做的皮毛大衣啊！ 把它拿走，快点拿走，快点！来来来，去吧。哎呀，这下好了吧？
哎，你吓我一跳！这不就是一只小猫吗？这是我们墨化的爱猫小虎。快把它赶走！我最讨厌猫了！快把它赶走！去吧，去，找你墨化姐姐去。哎，一只猫有啥可怕的？我龙的水的女人胆子不该这么小吧？不过，我倒蛮喜欢你这娇滴滴的样子。 大叔，我不是怕猫，我是一闻到猫毛我就。阿姐，小姐，别碰我小虎，求求你把猫给我吧。什么吵什么？爹，哭成这样，是你爹饿死了？哎，怎么还抱着呢？还不处理了？我更是敢动它。墨花。 为了一只畜生，你至于吗？爹给你买只金老虎，就搁在这儿，比它强多了。放屁！我才不要什么金老虎呢！我就要我的小虎。放肆！怎么跟你爹说话呢？平时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没大没小的。爹，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就为了一个臭女人，原来三姨娘、四姨娘、九姨娘对我有一点不敬的时候，你都会跟他们翻脸的。 这个易小姐可好，还没过门呢，娇气到我的头上来了。这蓉蓉啊，哪是会欺负人的人呢？你看她那个弱不禁风的样子，她呀就快到我们家了。我们得让着她点儿啊，好不好？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把你迷成这样？还弱弱弱弱呢？过不了两天，她就要踩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了。不可能，在你三姨娘、四姨娘、小姨娘身上没发生的事情，在她身上也不可能发生啊。 去个文化人不容易，哎，我在他身上花的钱，比你三姨娘、四姨娘、小姨娘加起来还要多呢。我要是娶回来，在我身边总是流鼻涕、打喷嚏，我可不亏大了。听话，把小虎给我送走啊！不可能。那你哪天要是看不到你的小虎，可别怪我。爹，爹，你怎么能这样？ 墨画，你怎么在这儿啊？海棠，怎么了？我恨死那个易小姐了。小虎，她以后不能在家里住了。好了，别难过了，咱们进去说吧。要不，先抱去我家吧，还能跟我娘做个伴儿呢。你看你哭的。 我今天带了化妆箱来，来，我给你补补妆。哎，小虎，小虎，小虎，你去哪儿？墨画，墨画。哎，叶谦少爷。 还没回去呢，啊，我拿完东西就走了。好，早点回去休息。嗯，这不海棠的箱子吗？海棠，我刚想问你，你箱子怎么在这儿？哦，我过来补点香粉。啊，那我先走了。 龙小姐，这是你的猫吧？小虎，谢谢，真可爱。我一伸手，它就跳进我怀里了。谢谢你啊，小虎，去了海棠姐姐家，可千万不能再像这回一样乱跑了，不然人家可找不着你的。这么可爱的猫，是要送给海棠啊？我也舍不得。 但是家里留不下它了，我也好喜欢，我也想收养它。
我小时候养过一只跟它一模一样的猫，可惜后来走丢了，我哭了好几天呢。小虎命苦，要不是遇到了克星，我才舍不得离开它呢。笑死我了，这是真的，碰到猫就会打喷嚏流鼻涕，他是故意找个借口给你个下马威吧？真的，这贱人啊就是矫情。哎，如果这是真的话，到时候结婚那天咱们找几只猫放到婚礼场子里去，让他出洋相。好主意，这要是海棠啊，他肯定会劝我忍让。你说我这受了气，连个帮忙出主意的朋友都没有，这口恶气要是出不了，我得憋屈死。还好你聪明，我也就是嘴上说说。你说你跟这个后姨娘以后还要同处一个屋檐下，这个气儿咱们还得自己捋顺了。不过我爹那些卫兵一只鸟都飞不进来，更别说这么大一只猫了。大小姐，你还真的认真考虑了？哦，对了，今天在工厂我们出了一批实验品，那就是它，我拿到脸上一试，咬得我抓耳挠腮，洗脸都没用。你看，你看，看，就是这儿还红着呢。我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但是这种东西啊，用来教训贱人是最合适的了。哎，你说在婚礼上那个女人当众抓耳挠腮的，是不是很可笑？想想就觉得好笑。那就是她，就是一个残次品，也不能拿出去卖。哎，你家那只猫还挺可爱的。龙夫人好，恭候多时了，里边请。浪太太，我还没进门呢，这样叫都不好意思，你就叫我蓉蓉吧。好，小时候看你还是个害羞的小姑娘，这一转眼就出落得这么标致，任谁见了都喜欢。浪夫人过奖了。海棠。龙夫人好。海棠，易小姐这次点名让你来化妆，是你的福分，你一定要上心啊。郎里春的胭脂准备好了没有？回太太，都准备好了。嗯，里边请。切，好大的架子呀！不过是给别人做小，趾高气扬的得一个什么劲儿啊？狐假虎威的。娘也是，堂堂朗家大太太，却对一个妾室恭敬有加，真让人看不惯。行了，快走吧。真有一双巧手，同样的一张脸被你捯饬一下，就整个都不一样了。我也是根据您的肤色、脸型，还有您的气质，画出一个适合您的妆容而已。是啊，但也得有一双能分清美丑的眼睛，知道哪是好，哪是不好。对了，我的婚纱设计的怎么样了？我要那种华丽的，全身都绣满珍珠的。好的，易小姐。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当时我三顾茅庐请你为我化妆，你就是不答应，如今还不是得卑躬屈膝为我服务。海棠啊，我突然想起，人有时候不要活得那么清高。易小姐，你看这些化妆品，其实呢，它只可以改变一个人表层上的外貌，可是内心的善与恶，却是再多的化妆品，再好的化妆术，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这是什么话？我没有其他意思。虽然嫁给谁，是易小姐您的自由，
可是我还是想劝你一句，人生有得就有失，春风得意也只是一时的事情，以后的路还很长，嫁给龙大帅的日子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幸福，也希望易小姐考虑清楚再做决定。这话好像轮不到你来说吧。海棠多嘴了。易小姐，您的妆已经化好了，婚纱我也会尽快赶制。顾海棠，你装什么清高啊，你还不是跟我一样为了金钱和地位，连丑八怪你都敢嫁。你说什么呢？你再跟我说一遍，说谁丑八怪呢？朗大小姐脾气真大，我说的都是实话，也就只有顾海棠可以嫁给这样的丑八怪。我不准你这样说。青青，别冲动。青青，你看他可以这样羞辱你丈夫，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他这样羞辱我大哥。让你胡说八道，看我不撕烂你的嘴。青青，青青，你冷静一点。青青，看我，不懂事的丫头，还不快给龙夫人道歉。我不。易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个女儿娇生惯养，没大没小，您大人有大量，不要与她计较才是。打人也要有理有据，她先骂我哥，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你还嘴硬！来人，家法伺候。朗太太，算了，我本来就没想责罚朗小姐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娇生惯养是自然，我今天是来试妆的，妆是满意了，有些事情我是不会跟龙大帅提的。易小姐大人有大量，龙大帅娶了你真是他的福气。时间不早了，我就先走了。海棠，送易小姐出来。不用了。你们家的人啊，个个伶牙俐齿，我真怕多说一句也让自己气着。顾海棠，我让你给我化妆是喜欢你的手艺，你还想教我做人，还差得远呢。海棠，这又是怎么回事？郎太太，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没一个让我省心的。嫂子，怎么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气啊？可不是嘛，我越想越生气，我想找大哥告状，可又怕伤了大哥的心，我想找月轩哥哥倾诉，可他的心思好像根本就不在这儿。而且啊，那个易小姐骂我大哥是丑八怪，海棠都不反驳，太让人生气了。是吗？那个易小姐啊，就是仗势欺人，这还没嫁进龙府呢，就敢对咱们朗家这么嚣张，这太过分了，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苦头。青青，咱们府里啊，就属你最机灵，鬼点子最多。我记得海棠刚进府的时候，你就扮鬼吓唬过他。你怎么知道我扮鬼吓唬他？我还知道大哥责怪你给海棠下药。其实那是我在给海棠做汤时不小心放错了补药，害你替我背了黑锅。嫂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不是什么毒，只是会让人觉得浑身无力，变得嗜睡而已。我也是在做汤药的时候无意间放错了补药，才发现居然有这个效果的。青青，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嗯，嫂子，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我娘知道，让我娘知道你就死定了。我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凡事都会为他人着想。哎，嫂子，那个药的配方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我还记得这个药无论是喝下去还是混在香粉里被闻到，都会陷入嗜睡的状态。哎，青青，你说如果那个易小姐在自己的婚礼上睡着了，那会怎么样？
你看，我涂了一周，全都好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像没受过伤一样。太好了。干嘛呢？好了，事实证明，我们的去疤膏功效确实很厉害。那我就觉得更奇怪了，为什么这种药膏涂在月明的脸上，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割的伤疤时间太长了，伤疤底下的皮肤要重新生成，我们再耐心一点，再等一等，我相信会好的。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月明觉得他用了这种药膏之后没有效果而自暴自弃，毕竟这一次我给了他很大的希望。月轩，我最近太忙了，月明那边你帮我看着点，心情不好可能也会影响药效。好，我先出去了。娘，你把那个腰身多收一点，那个易小姐说她喜欢显瘦的衣服。啊，好啊好啊。哎呦姐，这为了这一套造型咱们都熬了多少个晚上了，今晚还得熬啊。明天就是婚礼了，坚持过了今晚我们就胜利了。你为什么对易小姐这么上心啊？她还诬陷我和娘是小偷，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事儿又多，我真是太讨厌了。好了，夏荷，咱们要对事不对人。既然我们已经答应对方了，就要做好，用心做，做到对方满意为止。我说你们这是人善被人欺，最终受苦的还是你们自己。好了好了，夏荷，等你娶媳妇那天，也让娘给她做一身衣服，我给她化妆，一条龙服务，怎么样？你说呢，娘？放心吧。娘，姐，你们可别。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蓉蓉，蓉蓉，我知道，你还爱着我，对吗？蓉蓉，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龙德水。我求求你，你跟我走好吗？来不及了。只要你还没有嫁，一切都来得及。可请帖已经发出去了，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如果我现在跟你跑，我爸妈会被全城人耻笑的，我不能这么任性。你看这婚纱，这些首饰都已经准备好了。眼前的这些金银首饰，就这么让你移不开眼是吗？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我心里有你又怎么样？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不过是龙德水身边的一个小副官，我们逃出去也会被抓回来的。那我就反了龙德水。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吗？只要我取代了他，你一样还是大帅夫人。我不要你这么做，这样太冒险了。我怎么能忍心看着你被那个草包玩弄呢？龙德水娶了多少方姨太太，他根本不会好好待你的。只要他的新鲜感一过，龙家只是多了一个独守空房的女人而已。好了，你跟我走吧，蓉蓉。你快走，被人发现就糟了。我不走。
你真的不跟我走？ 谁会陪你过？